这节课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横排文字蒙版工具以及直排文字蒙版工具。横排文字蒙版和直排文字蒙版呢，它和我们的这个横排文字工具和直排文字工具呢有些类似，只不过呢，横排文字工具呢它添加了蒙版效果，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快速蒙版工具，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哈。快速蒙版工具点击以后呢，是一块红色的，经过通过了一个它的一个遮罩啊，半成的50%透明的一个红色。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打上文字的话呢，当我们松开啊，就说我们的这个恢复到我们的这个编辑状态取消以后，大家看一下快捷键。我们可以把它呢进行点击，选择任意一个工具，此时或者执行这个勾或者我们的勾啊，大家会发现它会变为一个选区。那么如果说在我们的横排文字工具中啊，直接打字呢，就相当于说我没有像刚才一样先点了这个快速蒙版，再点横排文字工具，直接就会出现，哎，我们所打的文字，对吧？打的公屏上的文字。那么，当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工具或者点击勾时，它同样会变为一个选区。这时呢，我们就可以新建图层来填充。而这个的话呢，它对于我们来讲啊，对于图像中来讲，它并不是很难。只要大家理解了快速蒙版工具和横排文字工具上面的参数属性栏呢都是一样的，那么直排呢也不用多解释。而直排文字工具呢，也可以对图像呢打出当前文字，对吧？那么直排蒙版呢，就是根据我们当前的直排。再加上我们的快速蒙版工具，一般来说，有些字体的话它非常小，有些字体它非常小。为什么会有这个工具呢？它的字很小啊，就是我们来换一个，选择横排文字蒙版工具。首先呢，点击一下，我打一个我的英文字母，好。然后呢，选择字符面板，同样的参数更改和文字工具是相同的，大小调大一点，选择一个简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选择一个英文字体啊，选择英文字体。那此时呢，我们在点击另外一个工具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一个选区。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变换选区的命令，变换选区的命令，按住 Shift 键来进行扩大。也可以选择菜单，修改。扩展命令，扩展三个像素，它会变得很粗。有些字体你要到效果，但你不能用仿粗体，就是不能加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法，Alt 键加 Delete 键填充，Ctrl 加 D 取消选区，它也是很粗的一个字体啊，很粗一个字体。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形状，特别是这个 3D 的功能呢，它在我们的选区当中呢，同样是可以执行的啊，选项中。那比如说我们打开一张素材图像。简单的打上素材图像，那么我在这里选择了横排文字工具，我在天空打的话看不出来效果，我看一下找个好的素材，找这个素材一枝花，此时呢我们选择左侧，我们打一个三个英文拖到这里，它有上面有竖对吧？它有这个绿叶存放，此时呢我们再选择勾啊确定。在选区范围内执行 3D，从当前选区执行 3D 突出命令。当我们跳转到了 3D 功能以后，哎，大家会看到哈，这个图像中的范围，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它又形成一个 3D 图像，非常平稳。所以说，这种方法呢，也是适用于我们的 3D 后期的 3D 啊，这个前期的一些制作。那么材质等后面的话，我在后面的课程中会给大家讲到哈，3D 前面膨胀材质的贴换，以及材质下载以及载入。还有材质的替换方法和它的长度以及短的进行修饰。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关掉，关掉以后呢，我们再恢复到窗口工作区，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工作区当中。蒙版工具大家只有两点，第一就是我们所指的工具，横排文字工具加快速蒙版工具的结合，对吧？这个不难解释。所以说呢，大家呢只要学会了我们的这个横排文字。以及直排文字的话呢，这个直排文字蒙版的话就可以理解得很透彻，参数呢是一样的。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快速蒙版工具的两个组合起来，那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字体和字体之间的选区的这个拼合，以及我们对后期的，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字体的 3D 字体是吧？还有这个水滴效果等等，都可以用这些东西，就结合我们的快速模板去制作。这的话呢，大家要记住啊，在使用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菜单栏、文件编辑等工具进行配合使用，不要单独的去使用横排文字工具，它无非来说就是变为一个选区而已。这样的话呢，为何不会只用横排文字工具，是吧？模板工具不起作用了，编辑模板边缘的这个线条啊、字啊，一次性也做好，也选区也合到一起，真的很方便。课程呢，就从上到下啊，到这到我们讲到这里以后呢，已经有差不多有50多课的课程了。那么每个课程，每一个学员至少要看2遍以上，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2遍以上呢，你看完1遍以后，再返回去看工具的左侧工具这一块，一直到下方屏幕显示。那么这个讲完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学习我们的面板了。窗口中的面板有非常多，那么这些面板有 3D 测量记录、导航器、动作段落等等，都有分开录制。但是不要跳着学，如果跳着学的话，我相信你在学习过程中呢会有一些负面影响。